王继回球队了，不知道啊，球队现在缺人，陈彻，你估计也得找他吧。哎哥，你看我这个新球鞋色怎么样？哎，我还以为是陈彻呢，他人呢？他不在。那他还说找我什么冰球队的事？ 要回球队了，也不算回，就完了吧。还不是陈彻，非得架着我上边。要不是他擅自张罗，我也不打了。那你呢？你现在回联大了吗？啊，别人却没有，除非是你自己想回球队。也是，我还是挺喜欢冰球的。那个。 那你以后听不听我的？爸，哎，周周，坐下来吃饭。我就说吧，没有本小姐拿不下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招揽了赵大龙，那陈彻不得好好感谢我？ 这个家伙，对呀，那冰球队少我能行吗？爸，这下好，我胃不太舒服。冰球队就不缺队员了。我先上去了。啊，行，那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我爸等我呢。啊，挂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奇奇怪怪，爸。 喂，喂，是我。爬山去啊？我最近没空。没空还这么快接电话？明天下午我去接你。行吧。 等我回来再说吧。陈教练，哎，来了。你这车是多久没洗了？这车是他们开到山里了，我直接就给开过来了。走吧，你来开。好，我？嗯，不是，你约我来当司机啊？我都把车给开过来了，让我歇会儿不行吗？行吧，行吧，我去。 哎，我歇会儿啊。嗯。
喝口水。你喝吧。怎么了？新球队不适应？没有。周末让你来打球，你也不来，这风头都让陈彻一个人给抢了。挺适合他的。你呢？想好找什么工作了吗？ 简易来找过我几次，想邀请我去联大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去啊？我就没打算答应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呢，这项运动光凭着年轻和热情是不够的，他们还差得远。在我眼中，他们不算是一支球队。我知道，你一直想拥有一支属于你自己的球队。 所以你才回国，不是吗？正因为如此，你才应该去联大。联大现在就像一张白纸，任你随意涂写。如果面对这样的球队，你都能成功，这不是对你能力的证明吗？而且，亲手带出来一支球队，应该会很有满足感和成就感吧。再走走。 好了，到了。走了，好好休息。嗯。教练，联大的事情，你再仔细考虑考虑。知道了。走了。好好休息啊。嗯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我也走了，教练。 哎，慢点！怎么了，教练？这赶快去看看，看看里面的视频，下回考你啊！哇，这么职业，职业指导呗！行了，这还给我布置上作业了，那我叫联大队友们一块看啊！你怎么老是联大？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说你天天不是业余球队就是少年宫的。 一把岁数的，一正当职业都没有。你说谁一把岁？不是，哎呀，我担心你的职业规划问题嘛，人才别再流失了。别瞎操心，好好看视频啊！我对你有别的安排，早点休息啊！拜拜，教练。嗯，好好看视频啊！好。都有别的安排，要安排我。